追不上哥哥，哥哥太快了，是不是？连哥哥上坡都不吃力，哎，直接就冲上去。走。哎，不是太矮了，不然爸爸要教你。给我搞个那个，哎，把他的那个那台大一点的给我，我来教他。我留给他看。你这个你也能骑？太低了。你一滑，两个脚就搭在那个。哎，第一天学习骑车啊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跟以前那个一样的，对，就是这样刹车。怎么刹车的？哦，又忘了。不对，刚刚是怎么表演的？缓慢慢的刹，慢慢的。用脚脚尖，脚尖还是脚脚底，就是轻。这样子。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对，来，脚刹，你会的呀，你会脚刹的。你们那是三轮的、四轮的、四轮的？之前三轮的，是三轮的。对，三轮他会那样刹。这个快了，这个快。对，这个快。嗯，这个快。能不给你换三轮的，娇娇？你那个太小太矮了。玩的习惯，这个玩还习惯。对，这个要多玩，长大了。平衡都一定要平衡的。对啊，一定要平衡的。这个骑会了，到时候骑下来自己就会。对。我们以前还没有这种玩嘞，还不是直接骑脚踏车对吧？以前就摔几次就会了。你也要吗？骑得越来越顺了。我高高了。哇！挑战心。对啊，他很喜欢去做一些很危险的挑战的事情。很危险的事情，跟爸爸一样。他又要来了。又要来了。他可能觉得挑战的东西有难度的东西比较刺激好玩。对。倒车，然后再转龙头。然后龙头转一下，转向。对，骑龙头转一下，对，脚踩用力，哇，上来了，真棒，呜呼，厉害厉害，啊，没关系，该怎么上车？有受伤的话跟妈妈讲哦。怎么上车？哎、哇，棒！骑平路，平路好骑一点。哟，几个小朋友一起骑。去吧，毛毛跟在你后面去吧。那两岁行。看着就不像两岁。可能有三岁多。哇塞，这个哥哥厉害啊。这就是新手，所以是最慢的。给我这个。哦，这个啊。啊。肉。哦，这样吗？他都示范呢。爸爸试试看，这样，这样吗？这样子，啊，哦，啊，哦，这样，哦，好的，哦，这样，哇，哇好棒，啊，这个，怎么用？这怎么用？肉。哦，这边吗？哦，好，好的，爸爸试试看，是这边对不对？嗯。哦。哦，哎呦。哦，这个吗？好。嗯。这样子吗？哦，是不是？嗯。
要这样子用哦，这样子用，哇，哇，那个，哦，这个吗？那个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个。啊，这个吗？嗯呐，这样啊啊啊，那怎么用嘛？丢掉。哇。丢掉。哦，丢掉了，不小心掉进去了。哦。哇，这怎么样？这样子用啊啊啊啊啊，卡住了，球球卡住了。这个，这个。教教爸爸。爸爸爸。爸爸爸爸的这。这个。啊啊。啊？在哪里？六六六。六六六啊。宝宝六六。啊，宝宝在这里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嗯。哦。哦，这样子啊、哦嗯，好，爸爸试试看。哦呀，头要朝上面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吗？嗯。哦，哇，棒棒。给宝宝讲。哦，宝宝讲，宝宝讲是哪个？宝宝讲这个吗？啊，宝宝。是这个。哦，不，我换这个嘛。嗯。这样子对不对？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个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啊。好，那我试试看哈。对的。好，我这样子。哇，真的可以耶，球球好厉害。哇哇，宝宝又不会了，宝宝又忘不知道放哪里了。这边，这边。哦，这边，这边吗？他跟你说在这边呐、啊。这边、啊。哇，球球好棒。宝宝不知道放哪里了。这个。对，宝宝又不知道了，你怎么办？叫宝宝。这是六。嗯？这是六。哎呀，这样，他说要这样。这是六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哎，要这样子用，哎。好，爸爸先这样子用。哇哇，球球好棒！拍手。把爸爸教会了，对不对？又到了亲亲环节。真的。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唱。啊啊啊！哦，有，好有。油啊！你吃了啥都没有。吃了啥都没有。鸭。烤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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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鸭。宝宝一会儿来，你别动。你要不要喝水水？干杯！对啦，是你的啦。我来拍摄一下。一小块溃疡状，有疑似癌变的迹象。是我的啦。于是癌症，我进一步的。像了，被我抓到了。这是我的、啊。癌变了。也不用担心。就是、可爱呀、哦。早发现，早治疗。我的不可爱。这个也像了。我的。你看我。你想被接到吗？我们准备天启见，准备。
那警察说没出来，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我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它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笑三次了。佳佳那么可爱呢，你别趴呀，在睡觉呢，趴他干嘛？我的，我的球。透过面具，透过面具，他的眼的这个宽度啊，跟嘴巴一样的，一样长。你大小眼。别扒他眼睛，那都是扒坏了。扒大一点，嗯。对。对对对对对记得点赞关注哦。